王凯哥哥，我被打倒了，他们满编队，你别来救我了，赶紧走吧。你这个臭妹妹，还想有人来救你？做梦去吧，我这就送你去坐下一趟飞机。什么？居然敢欺负我的女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不好，有人骑摩托车飞过来了。我的女人岂是你们能碰的？一群臭弟弟！哇，王凯，你好帅呀！嗨了嗨了，你能不能带我吃鸡啊？兄弟们正在直播，双击关注，进来看我直播吧。